Oh my god！啊，睡了 same place。我们越界。大丈夫ですか？荷花都枯光了。好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一圈，赶紧走一圈。我的天哪，真是热，38度啊！Oh my god！肯定是喷。啊，我再反掉。在哪里？在后面吧，他还是因为还不占领的。干嘛要这样？你会讨厌那个吗？好了，阿拉阿拉。是啊，我们台湾人也会吵啊。不是，我就喜欢这种环境啊。但是老台湾人在捷运上很安静。也有吵的人呢、啊。很少啊。哎，我们去左边那个凉亭坐好不好？不好，那很热。不会啦，是。哪里不怕？蜘蛛很可怕。啊，蚊子，他不知道蚊子要小心。蚊子应该太热都不想出来吧？蚊子在避暑。我们上去还要爬，累。首先，我们只是看那边会不会凉而已。不可能啊。去了还知道啊？那你走回去吧，你回车上，钥匙给你。但是这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家还没开窗，因为很热。你是姐姐已经快流汗了。对，我在撑住，我开始还没到爆汗点。好热哦，这边感觉整个身体都变大光。啊，过不去啊！哦，看，已经开始凉了，有树荫就凉了。凉。嗯。凉。心静自然凉啊！开始催眠，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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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，凉啊凉，凉啊凉，非常凉。你看，负的有负的。你看是不是很凉哦？这里好凉。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它只是太阳强而已。我不离开这，我不想再爬上去了。好，拜拜。王勇，我们过去。不用。对付你女儿就用这一招就好了。就是留在这。放下一级太阳，拜托你了。哇，它上照好的。走到先看啊，看地上有没有一些怪东西吧。哦，后面还有哎 ，Oh my god！对啊，你看独享。看到没？哦，好像凉不凉？好，你走，你去，你去，凉不凉？凉。快承认，说凉。说，我错了。我怕怕的，这凉亭对我来说有点噩梦。为什么？这种很高的凉亭，还有那种木头的，而且大大的，我想要在那个虎头山公园的噩梦。虎头山公园有什么噩梦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校外教学啊，有一只蝴蝶跟一只死掉死掉的鸟在地上。
很恶好恶哦，超恶，整个干掉那个鸟干掉像去包骨。所以你开始还是开始爱喜欢像杏鲍菇吗？可是我蛮喜欢的。谢谢妈妈坚持进来，还不错。结果我们最后进来的叫新绿农园。管他的。没有，真的是缺水啦。这边是叫做那个马太鞍，两岸交流